今天最后的冠军是邓云峰，邓云峰，恭喜邓云峰！我现在心情很乱，然后很激动。我看到现场的人，他们很多都在开始在支持我。大家好，我叫邓云峰，我是一个歌迷说的妈宝 rapper， 十一点钟要回家的 rapper。邓云峰，加油！我们在漂移。让他们注目，我们在漂移，升温到最高的温度。开始的时候唱那个旋律不太好，我觉得有一点弱。希望你以后能找到一个你自己的感觉，就是你还有更大的一个进步的空间。这次就是真的一个人，这是第一次出门，我也很担心明天的演出，因为我还是想这次的演出我能比成都表现得更棒，取得一个好的名次，希望大家支持我。老司机没得竞争力，一座大半都黑得我飘逸长路一边不加死责任，我妈很担心我，昨天晚上带我打了五六个电话，她知道她不在我身边我有点怕。你真的有点怕啊？对对对，我觉得刚刚首先这段表演是让我眼前一亮的，气氛都被他搞得这么热，那肯定是够非常完整的一个情绪化，然后他的 building 啊，包括他的 hook， 还有最后的 punchline 都非常好。现在深圳站的成绩在 Bridge 老师的手上，他第一名是邓云峰，邓云峰。恭喜邓云峰再战 The Rap of China， 获得深圳站的冠军。邓云峰是让我觉得说，他那东西就是 hiphop， hiphop 可以不完整，但他就是一个主要打动你的东西，他可以不好，但那就是 hiphop。确实有点懵，像一场梦一样。我的一直以来的偶像 Bridge Talent， 我也会做更多东西，然后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我，我会更加的努力。加油加油，其实我很怂，但是没办法，还是要鼓足勇气做。我家里人都陪我来了，我九十多岁的太奶奶也陪我来了，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，我会继续努力。邓云峰加油，欢迎各位来到中国新说唱爱奇艺 VIP 高校预选赛总决赛的现场。中国新说唱，我年轻我说唱，今天我们十大赛区的冠军都来到了总决赛的舞台上，要来争夺唯一一条晋级项链。Show time， 我竭尽全力都无法逾越的墙壁。没有在开玩笑，说点没改变。舞的高，总和同学发疯。Hip hop 是天赋，没错的天赋让你羡慕嫉妒，当你的伤口还能接受。你每天都打乒乓，很荣幸我生在中国。你随时都吃火锅，很荣幸我生在中国。连胖胖万里长城，很荣幸我生在中国。来体验中国传统文化，那是中国。真的，你看哈，这一张唯独邓云峰这一张，我是什么都没写的。今天这首歌写得很不错。邓云峰，现场的气氛真的调控得很好，而且我觉得这是与生俱来的。我觉得你天生是属于舞台的。谁能够获得评委们的青睐，成为2018中国新说唱爱奇艺 VIP 高校预选赛总决赛的冠军？邓云峰，邓云峰，恭喜邓云峰！我好激动啊，真的。从第一轮到现在已经表达过很多次了，有些事情是可以去修炼和培养的，但有一些事情是天生的，比如说这种在舞台上的感染力丝毫不怯场，非常非常的难得。